还有这一道功夫老菜菊花鱼云羹，准备工序繁复，也非常的讲究刀工，现今几乎已经失传。将鱼肉、猪脑丁加上豆腐、笋片、菇片作为羹汤，再加上清香的白菊花瓣去腥，加上猪脑特有的香气，吃起来滑嫩爽口。蛮多就是外面看不到的，就是来这边才可以品尝到。有的东西非常有创意，食材的部分应该也都很讲究，所以蛮喜欢的。它虽然是一间港式餐厅，可是它的味道是符合台湾人的口味。它本身在调味的时候，味道也比较温和，有广东的味道，那也有台湾的味道。现在的时代是求快，不是扎扎实实的这个老菜，所以问为什么老菜越来越少人在做？也许一代传一代，慢慢就老菜就没有了。